来，修订一下哈，刚才这个讲到那一个旁边的那一个，就是分成许多分，对不对？然后旁边有加那个，比如众人不做记啊，这个东西，诶，我是在其他地方看到，确实分是分了许多分，但是。加上这句话"众人不做记"这个东西，不是每一个版本都有，所以这个应当是后人加的。有的版本有，有的版本没有，这要修订这个事情。那么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讲到目前为止，大家问题可以先，我们先，大家有问题先讨论一下。OK，哎，这个地方，OK 哈。把它放大看，对，行有品这也是后来加的。六祖，是不是真的不识字？是有可能不识字的啊。但有的学者啊，包括我们现在用李绅这个本前面那个序啊，就不相信啊，不是李绅的序，就是前面第一个这个序。就不相信，但是因为，《坛经》里头有引不少其他的经典，那说，六祖不可能不识字，但这个事情难说，因为以这么聪慧的人，他听到这些经典，言入心通，他能背诵，这个也不是太难。万事哦，楞伽经的变相什么意思啊？楞伽变是这样子。就是所谓你们有没有听过所谓地狱变相记呀？是化，就是因为楞伽本来是个地方，佛在楞伽这个地方讲的话，最后集结楞伽经。那楞伽变是要化佛在讲经的时候，这个在场会众所产生的种种的变相啊。那有的说法还包括地狱变相图。你们大概上网一查就可以查到，所谓《楞伽经变相图》啊，这种东西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啊众生啊会众啊这种，那个意思就画这个图。那画这个表示说，佛讲经的时候，这个讲这个楞伽经的样貌啊，这个背后所显示的这个众生的状态啊，那楞伽经是。就是讲这个清净智慧啊，是特别是，禅宗的一个根本的经典。行者心中恍惚，遍身汗流，你成不得。我们等会再讲，下面再讲到这个事情再说，好不好？因为，这个事情有些东西是不是，后来加的，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没其他问题，没有，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么，所以，等我一下哈。神秀成绩啊，神秀上座神秀思维。助人不成心计，原我为教授时，我若不成心计，吾主如何得见我心中见浅深浅？我如果不成的话，那这个他怎么见我深浅呢？其他人他也知道，其他人看那个情况不会成的我将心计上吾主，诚意极善，求法密阻不善那我如果是成我的这个意思，那是可以的。我如果说想要透过这个东西，要特别想要得什么东西，得法或觅这个祖师的味道、祖师的位置，这就不对了。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就好像我还是一个平凡的心，要夺他的圣位。若不成心，修不得法。可如果我不成心的话，又没有办法好好的修法，所以良久思维。这个修不得法啊，或作什么呢？这个，
它底下有一个教记啊，修啊，私本说终不得法啊，终究得不到法，那或者修不得法，终之由自悟，若将修之作修持，不承诺心地，就会修持不到佛法，是也可通。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我并不是要求什么东西，我不能求这个法，但是我不把我的这个心所体会的状态呈现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修法啊，老师也没有办法教我，听懂意思吧？所以说这跟求法是矛盾不矛盾啊？求法是我刻意有求，但是我不刻意求的话，我呈现状态，我如果不对，老师教我，这也很自然。良久思维，甚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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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怕有这个东西。那业至三经啊，不令人见啊，遂向啊，南廊向中间壁上提作诚心记啊，欲求依法，若无久见记，言此记语，若访觅我，我见和尚即云是秀作，无数见记言不堪，自是我迷，树叶障重，不合得法，甚意难测，我心自喜。那么前面说求法密主不善，这边又记说欲求依法，那换言之这个应当是慧能认为他还是要求依法啦啊，但是他心里也知道说我要求法有这个念头是不好的，那岂不就是有了欲求吗？对不对？佛教当然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欲求想望在心。若无主见记啊，这个是讲神秀的说神秀的心理这么意思啊，若无主见记言此记语，若访觅我，我见和尚即云是秀作啊，若他说就可以，对不对？来找我，那就我就承认是我做的。如果说不堪的话，那自然就是我迷啊，树叶障重啊，这个累世以来的这个树叶啊，迷障重，不合得法，甚意难测，我心自喜，那我也就不必再想什么了啊。所以秀上座三经于南廊下，中间壁上丙足提作记啊，人尽不知啊。那如果按照这个的话，就没有所谓中宝本里头写的，就大家刚才问的啊，说怎么怎么样子的啊，说是流汗呐、啊，是吧？啊，哎，我要把大家原文去啊，速度欲成，行至堂间，心中恍惚，片身汗流，立身不得。这个恐怕是后来的弟子家的。你们大家如果看坛经的版本原理就知道，它是一代一代传的，传了很多代啊，所以法海是应当是原本的，传了很多代之后就一路往下加。我想这个话大有问题啊，原本没有，我不相信说神秀会这个样子啊。好的，那么于是神秀这个有名的这个记在这个地方啊，记曰：身是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啊。那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这一个就是等一下啊，《中国禅宗史》里头啊，关于这里有一番讲法的啊，我把它叫出来，看一下，怎么老是被这个盖着？请等一下，我也是因为我原来的书一下找不太到啊，所以只好先用一下方便的版本，就是电子版本，我都有实体书的，可是办书房的关系，这书一下找不到。《中国禅宗史》，我把它叫出来啊。
照这一个等一下，应顺师父的这个说法哈，请等一下，我来照他原文比较好。所谓菩提树，本来就是佛教里头的一种智慧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就是生如菩提树是有根据的啊。我们一般这个东西的解释，会把它解释成好像我还有身的一种状态，不是的啊，就是我们还有身，还有形象啊。我们一般会有容易有这样的解释。如果照应顺法师的这个解释的话呢，是说这个本身是一种得到的状态啊。我把这个给你找出来。照应顺法师的这个说法啊，身如菩提树啊，本身也是一个大乘佛教里头所承认的一种修为很高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在身如菩提树，心如啊，这样我先把这个原本叫出来，没有这个本子在这不方便啊。心如明镜台，心有如明镜，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那这个是一种描绘说啊，我的已经有智慧了，心也如明镜了，这样状态，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那本来这个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想象模拟之见，就是我的心好像要到达这一种已经成道有智慧的状态，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啊，就没有真正的智慧了。因为按照般若大圣的这个意思，我不能够去想象模拟我一种好像得到的有智慧的状态。那么因此我们底下再看啊，于是啊，无主平淡，岁幻如供奉，东南廊下化棱且变啊。本来要看要画这个的，无主忽见此迹，独气乃为供奉曰：弘忍与供奉前三十千生老远来，不化变相，不再画这个变相了啊，人间变相也。金刚经云：凡有所相，皆是虚妄啊。那这个东西一语双关啊，就是神秀的这个寄语着相了。凡有所相，皆是虚妄，不如留此寄，令迷人诵，依此修行，不堕三恶，依法修行，有大利益啊。那么，这个三恶就是地狱道啊、恶鬼道、畜生道啊，就不入这个三恶道。那因此说哦，这个如果画了这个相变相，那这个所有相就是虚妄，不如留此迹，令迷人诵，以此修行，不堕三恶道。那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要想象我们自己是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这种好像是一种得到的状态，然后呢，不要让我们心上有任何的不好的念头，任何的不当的念头，时时勤拂拭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贪嗔痴的这些想法，那这样子依法修行啊，就会有大利益啊。所以神秀这也是一种境界，只是还是着相，问题在恰恰是在于着相。所以大师啊，遂唤门人进来，焚香即简，众人见已啊，皆生敬心啊。汝等敬诵此偈，方得见性，依此修行，即不堕落啊。所以也是肯定的，明白意思吧？啊，也是肯定的，方得见依此修行，即不堕落啊。门人敬诵，皆生敬心，重点还是要见我们的性，我们的性。要到达一种清净、无染、
彻底无执着的状态。那你要说它是菩提树明镜台也并没有错，但是你一旦着这个念就不行。哎呀，这跟我们道家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样的道理。嗯，我对这个东西深有感触。诸位想想看哈，任何再好的道理，你一旦把它讲成一个着相的时候，再好的道理，再好的学说都会产生反作用。譬如说，你拿再好的道理，再好的去教你的孩子，教年轻人，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本身对我来讲，好像就是一种压力，会产生一种压迫，是不是？那么你一旦具这个相，就具有一种排斥，你讲这个东西就排斥其他东西，所以任何东西一旦着相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对其他人产生对其他的人或事物产生一种压力或排斥之感，就不能着这个相。但不能着这个相，但这又是一种得道之相，怎么办呢？所以这个难在这个地方。弘忍看到神秀这个迹，了解说他还是着了这个相啊。五祖遂唤秀上座于堂内问，是汝作迹否？若是汝作，应得我法。他跟他说，如果你作，应该得我的法。秀上言，罪过实是神秀作，不敢求主，不敢求这个做祖师爷了，得法就成了祖师爷了。愿和尚慈悲，看弟子有稍智慧，是大义否，是不是有一点智慧，能不能是这个大义呢？五祖曰，汝作此迹，见解直到门前，你的见解直到门前，尚未得入，还没有得真正得到，还没有进去，直到门前呢。你知道门里头是这个东西，可是你没有真正进来。凡夫依此迹修行，即不堕落。我们说凡夫依这个此迹修行，就不会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不可得。你这样的见解没有办法得到的无上菩提，无上的智慧了，无上的这个觉。那么菩提是觉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得到无上的智慧，没有真正的觉悟。那么要入得门，见自本性，如且去一两日来思维，更作一计来成无。若入得门，自本性，见自本性，当复如一法。你要真的见到了本性，所以他说你还没有真正见到本性啊，你只是在那里着相的形容。那么秀上座去，数日坐迹不得，没有办法做这个迹。那么有一童子与追访边过，唱诵此迹，贵人一闻，知未见性，即是大义。说他也没有能够见性，就知道他的大义了。什么叫做知未见性呢？这个地方我们应当参考一下，丁福宝的这个注了。那讲到这个重要的地方，我们把丁福宝的注本，大家把它拿出来。那么丁福宝这里没有加注，我们再往下看。于是啊，说知道他没有见到本性，那么于是底下凡夫一此，所以坐日不得底下能问童子，是来送者，是言何计？童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师言生死事大，欲传依法，令门人等
各作一迹来成无看，悟大义即复一法，秉为六代足。有一上作名神秀，呼于南廊下出无相记一首啊。无主令诸门人敬诵，悟此记者，即见自信，依此修行，即得出离啊。他还是叫他无相记啊，但是其实是着了相了啊。慧能答曰啊，那这段话的意思很简单了，意思就是说啊。把前面的事情讲了一遍啊。慧能答曰：“我此踏追啊，八个月余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慧能至南廊下，见此记礼拜，亦愿诵取，结来生缘，愿生佛地啊。”说：“我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八个月啊，你请你带我去，我要来结来生缘啊，愿生佛地。”童子引人至南廊下，能。即礼拜此记，为不识字，请一人读。慧能闻已，即是大义。慧能亦作一记，又请得一解书人与西间壁上题着：“诚自本心，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四心见性，即悟大义。”啊，那么好，于是他请一个人在西间壁上写的“诚自本心”啊，要呈现他自己本来之心。什么叫做本心呢？就是我们人自家原本，我们很多的都是妄心，回到根本的心叫做本心，不是本心。如果不认识本心的话，学法无益，学法也没有意思，一切的法也要从这个本心当中来。是心见性，即悟大义。如果能够是得我们的心，见我们的性，即悟大义。这个有一个背景的，就是中国的这一个佛学，不光禅宗啊，乃至于中国佛学，尤其是包括了这个天台华严，也都偏重于心性。那其中尤其是禅宗啊，也就是中国佛学一大的特点。是把所有的佛法啊归结到这一个所谓万法唯心这一点上，所以从心性这一点讲佛法，变成是中国佛学的一个根本的特色。那么一切都从心性中发出，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它佛法的这一个根据呢？当然是有的啊，《楞伽经》《金刚经》，还有这个中国佛学所常引用的这些经典啊，皆如此，就是从这一脉走下来。但是原来的佛法啊，也不光是这些面向。那特别讲这一个啊，所谓心性这一方面啊，譬如说。佛法也有从戒行入的，那也有从密法的，各式各样子的这个法，对不对？那也有从比如三论中，有从这一个或者法相中解析世间的变化的啊。但是特别从心性，这个是中国佛学这个大宗。那是心见性，即悟大义，见的这个心啊。见我们的心跟性即悟大义，这个事情啊，其实跟中国传统是有关系的啊。如果我们大家去看中国禅宗史啊，就会发现应顺导师讲得很清楚的，就是禅宗，尤其到了慧能的禅宗，其实吸收了道家。也受到佛家的儒家的影响。道家重视心性的，尤其是就是庄子。孟子也是讲心性的。所以孟子跟庄子心性都讲得多。那中国有这一方面的传统。但佛家在这一方面又特别的深入。所以
讲心讲性，从这里面去讲佛法，会变成中国人学佛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途径。那么好，我们看底下的这里讲诚自本心，不是本心，学法无益，是心见即无呆。这个当然也是禅宗的基本的教法。慧能记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这跟我们经传的中宝本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大家可以到中宝本打出来可以看啊，大家看中宝本是我们到了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对吧？那这个是这两个版本是有重大差别的啊。上面一个是佛性常清净，下面一个是下面记曰：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请注意看了。这边讲的是佛性，又讲的是明镜，那因此不是本来无一物啊。后来为什么会变成本来无一物呢？这里牵涉到慧能原来是不是受到般若里头的这个本无说法的影响啊，也就是说或者佛性这一宗的影响，佛性说。按照般若的这个讲法啊，本无并不是本来无一物啊，本无是指的性空的意思，就我前面讲的缘起性空说啊，本无并不是讲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是说一切事情都是因缘和合，所以并无真实性，所以是没有啊，在。这个大乘佛法里头啊，所谓般若原来主要是分成啊，所谓六加七宗，六加七宗里头又主要分成本无说、心无说、色无说啊，就是本来就没有啊，心是没有的啊，色也是没有，色我们见到的一切种种接触是没有的，这个是本无、色无、心无。但这个东西怎么理解呢？什么是无呢？刚开始的理解啊，比较还不透彻，后来的理解就讲说，是我刚刚说的是啊，缘起性空，一切的这个无是因为它都是因缘和所以为无，所以本来就无，心也无，色也无，这个都是缘起和合的。那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到底有没有明镜，到底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我们可以放在那个地方或可以指成的那个佛性呢？啊，因为佛法无我，本来连我都没有，那因此佛性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大抵可能后来的传到后来就不再讲这个佛性或讲这个明镜，怕误会，就讲成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然后第二个记，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整个拿掉了，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整个拿掉了。这个里头是一大公案了，请注意，我们从中宝本以下的，就是原以下的，原以下的讲解的时候，我们会对于神秀的记会认为说讲这个菩提啊就错了啊，讲这个身是菩提树啊，这个就是错的啊，这个比作明镜台也是错的啊。但是敦煌本明明就有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就可见它并不否定我们刚刚讲的啊神秀的那个记的前两句，只是加上说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表示更不着相，懂的意思吧？更不着相，就是我连我自己觉得有这么一个
好像得到的菩提啊，觉悟的状态，这么一个明镜的状态，我都不执着，它本来就是清净的，哪里会去染尘埃的呢？佛性常清净，或者是重点是在于本来就清净，哪里有尘埃呢？啊，那么五祖护来廊下见慧能记及知识大义，恐众人知啊。五祖乃为众人曰：“此意未得了。”说这个也没有能够得到了意啊，就是也没有能够真正的了透了。那当然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是重点啊，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大家讨论一下有没有问题啊，大家可以提出来。好，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部分。这里说啊，对，刚这里并没有特别的注解。万境一切如之心即真实。这里并没有特别测见自心的佛性。明见性悟性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见性即佛性也，万法之实相也，以及众生之心性也。众生迷故此性，迷于此性故，回转六道啊，论佛觉此性故，不受六道之苦啊，自人见性成佛啊。所以见性啊，就是见佛性。那问题是什么是佛性啊？见性是见佛性。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本来佛法里有佛性说，他是讲佛性本来清净，那问题是怎么样是佛性呢？对不对？怎么样是佛性？依我自己的一点粗浅的这个体会啊，这个佛性啊，或者我们的本性啊，确实是一个清净的无染的状态啊，它本来是这样子的。我们为什么会让它变成有种种的烦恼啊、痛苦啊、迷惑，这是往上加的。所以他说明镜本清净，佛性常清净啊，何处有尘埃，何处染尘埃，确实的境界是比神秀更高一层。讲的就是我们的心本来可以是一种清净的状态。那么我们在这里读经是透过这个得道之人的说法提醒我们原来的本性可以是清净的。那么大家好好共同的体会啊，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心是菩提树，是心本来是一种觉悟的啊。身为明镜台，身本来是明镜的。因此，这样我们就要常常去想我们自己的啊身心，要处于一种有如明镜的啊，彻底清净的。而且本来清净一切一尘不染的一种状态。刚开始难免是有一点想象模拟，但是我们常常在自己心上用功的话，越来越会感觉到内在深处确实有一个好像不随外境转，他自己原来的一种你觉得很安定的一种状态。那这个照经上讲就是清净的状态。
很轻很静。那这提醒我们人生啊，原本只有这样子一个情况，一个境界。大家有没有问题？好，五祖为什么怕众人知啊？怕人家害他？这个之前就有知的啊，在禅宗的传法里头，确实这样啊。那一旦要抢夺这个法啊，会有人害他。心外有物吗？心外啊，这个不好说有物。有物的话，你又如何得知呢？对不对？我们所见得的物，岂不都是我们的心所造见吗？啊，圣经讲上帝不可见，《金刚经》中，若以色见我，声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未来，从如来不可见，佛家的无相，异曲同工。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道理，是有异曲，当然不太一样，因为这一个基督教的圣经里头讲上帝不可见，讲是最高的东西不可见啊，当然尤其是人不可见。金刚经里头讲的，这是讲说，因为你一旦拿任何的有色有声音啊来见他说明他的话，那么这个都把它做了一种限制了，就不是他真正的一种状态，因为真正的是不可以用言语说明的啊，所以是言语道断，心行灭绝。菩提可映照万物，菩提有可映照万物，菩提无，万物缘起，故映照亦无执着。是啊，啊，映照亦无执着，本来就是清净的，只心本来就有智慧，所以不执着，没有智慧这个念头。倒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不执着我有智慧这个念头，不是，啊，是指的我的这一个本心本性啊，本来就是清净的，本来就是清净的。不光是不执着我有智慧，是不执着一切东西，回到他一个清净的一个面貌。那我们这样体会啊，包括我现在讲话，诸位听我们讲这个经，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都在要探讨我们的心本来一种清净的状态，这是一种不烦躁啊，不起任何的勉强的念头，一切就是从一个心的本然清净的状态出现。那这样我们才能够逐渐的接近我们本来清净的一个心理。对，慧能原来是做了两个偈，各个版本都是两偈，不是传世两个版本。所以这一点上来讲，传世的这一个中宝本啊，或者名以下的版本，包括定佛宝注记那个版本是靠不住的啊。那我刚刚跟大家说了，为什么用本来无一物来取代了佛性本清净，跟这个啊，甚至于把第二个啊，心是菩提树，身是明镜台，整个删掉，是要，我觉得是过度的凸显，一个是有，一个是无。把神秀就讲成了有，把这个慧能的偈讲成无。但是我刚刚前面跟诸位说了啊，其实神秀的那个偈是有大乘佛法的根据的，它不是说只是一个着有相，大家可以参看应顺法师的这一个说明啊，在中国禅宗史里头。所以慧能也有讲心是菩提树，身的如明镜台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整个被删掉了。为什么不喜欢讲佛性跟明镜呢？就怕着相。但其实佛家里本来有讲佛性的，也有讲明镜的，这个并没有问题。是说讲这个东西而不能着相，就好像我们说道可道非常道一样的事情。你讲这个事情，你一旦
啊，觉得说我要心里心心念念这个佛性的时候，这就不是佛性了，这就不清净了。真正的佛性，它是啊，随着一切的缘起，在那边自在的因应啊，然后从它一个本来清净的东西，顺着这个缘起而如如不动，而不是执着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样貌。好的，我看阳明先生，如地上尘一日不少变于尘，作是用归面道，道无种，夜贪一生金白，暗合神秀意，也没错。所以阳明的学说刮垢磨光也是同样的道理，阳明是讲究我们要刮垢磨光的，把这个垢跟磨都这个刮掉。所以神秀的技不能小看，我们后来因为受到了这一个流传的中宝本的影响，常常小看神秀的技。其实神秀的技不能小看，所以五祖弘忍大师也要大家的焚香礼拜，只是说他知道神秀还着相。慧能的佛性讲法和庄子讲的心斋坐忘有什么区别啊？哎，很接近嘛，对不对？意思是很接近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章太炎就拿章太炎是学佛经生的，他用佛法来注释庄子的齐物论啊，他写的齐物论是吧，所以很近的，很近的啊。当然心斋坐忘是在人间世了，不是在齐物论，很近。但是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涉及到佛教跟这一个道教的根本的区别。佛教啊，基本上是认为山河大地啊都是虚无的，就山河大地皆是见病，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无明妄见所成。道家不一样啊，道家是接受山河大地的实存实有的啊，而且佛家认为我们的人生本身就是各种的业障无明所成，如果我们没有无明业障，就根本不应当会有我们现在的身体啊。那道家也不这么看，所以你可以说佛家的这个无啊，要无得更彻底，连山河大地跟我们的身心通通都是认为这个都是空无的啊。那庄子讲的心斋坐忘是说我们不着任何的念，不着任何的相，不着于物啊。而在中间呢，我们人呢就进入一种天人合一的啊，与大化流行共同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这个是佛道两家的不同。所以形态上是类似的，但是终究来讲佛道两家还挺不一样的。你看道教常常在那里修养这个身体啊，道教的内丹啊是很重视整个气脉种种的修养的，因为它是天人合一，它修得它的这一个一切的气脉的运行符合了这个天道。佛家这个东西完全否定，因为我们的身体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好，那么心外无物是不是在叔本华所讲的世界是表象一个意思？有接近，有接近啊。那叔本华就深受佛学的影响啊，他一个名言嘛，他说西方哲学如果向东方的思想进攻，就想要像这个悬崖啊，像发炮弹一样，是啊，能力是远远不足的。所以他意识的世界跟表象的世界，根本上来讲，他的讲法是接近的啊。我不敢说就是一个意思，这要进一步专门的研究，是接近的。菩提所照见的对象是缘起性空法界，但又法界无自性，故依照法界缘起而不执着，是这样子。可能首先退一步海面，之后菩提也需粉碎，也道理上应当是如此。
佛性比老子的道具体点，我懂你的意思，因为老子的道是无所不包的，老子的道其实是讲这个天地人政治社会的一切的种种，佛性就是专门讲我们心的本来的面目。对，这位同学很好，把这个，就是应顺法师所讲的这个东西找出来，我刚刚找这个。花时间找不到啊，我们看一下哈，身是不离处，与大圣无生方便门的心色距离即无一物，是大菩提树的这个说法。所以身是菩提树，所以心色距离即无一物，是大菩提树那大圣无方便，身即是菩提树，相合。身只要即就是菩提树，但是你看这里稍微有点差别，对不对？身即则是菩提树那这里讲的是身要那个即，光是身是菩提树，好像稍微有一点差池。身要能够即，前面讲身色心色距离要达心色距离的状态。因此，我们要到达一种心色距离，身也已经像即灭一样的一种情况，这个就是菩提树了。菩提本来就是一个觉悟的一个代称。心如明镜台，与大圣无方便的净心体犹如明镜，从无始以来，虽现万象，不曾染浊相合。所以本来讲明镜也没有问题，说不曾染浊并没有问题我们如果看中宝本空性本，就会认为说好像这个都不对的，其实不能这么说。神秀五方便的总章佛体也名离念门，主要依大乘起论着念着重离念，所以有时时勤辅时的加行化所以这也有大乘起信论的根据虽然大乘起信论可能是中国人所作不是原来的佛经。佛忍对于这首偈，要众人逢香诵读，相当推崇的。我底下讲说，不敢求主这些如何如何那这个就一度成为白衣那我以为除神秀，除了慧能记忆深彻之外，主要神秀没有担当主位的自信。不过，如果照《坛经本》来讲，这两个偈同时几乎就是一个接一个就发出的话，那五祖看了慧能偈，应当是不会再把法传给神秀的。所以，这个《大通禅师碑》里头这个记载，不知道是什么根据什么也可能另有根据。不过，即使根据这一个古碑的说法，神秀也似乎他是神章说是神秀门下说没有真正的所谓传法的这个自信这也是后来认为说是六祖才真正的得法，慧能得法，从来不会认为神秀得法的重要的原因。这里讲到《楞严经》的一层一层粉碎，处于文中，入流亡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真，闻所敬闻。一层一层的粉碎，这个很重要。出于文中，入流亡所，所入寂寂，所入都安静了，你不再随他起念了，动静二相，也不动也不静，了然不生。这样慢慢增加闻所闻境，所闻皆境，境闻不住，这些东西都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就是把一切的我们所闻所见通通的灭尽粉碎，这个时候即灭现前，忽然超越，四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圣数，一者上合十方诸佛，
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啊，楞严经。那这个是讲的观音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为什么会耳根圆通呢？就是能够粉碎一切世间的念头，这个是对于我们是大有裨益的。跟诸位说，我虽然主要学的是儒家跟道家啊，可是一生的阅历下来，对于佛法呢，也是觉得说是讲的是真的是好，真的是对。人间的种种还真的是缘起性空，没有错的。一切事情啊，不能够执着，不需要执着。一旦执着就出问题。任何的思想、任何的主张、任何的学说、任何的事物皆然，确实如此。所以一切统统要放掉。不执着是无欲无求，是这样子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人好像基本有这些需求，没有错。它是五个层次嘛，哈。人恰恰是因为有这些种种的这一个需求，所以你很难抛弃。那诸位说，我不可能抛弃啊，和尚也要吃饭了，也要喝水啊。哎，所谓的这一个清净的意思是说，你不起念去求，那么和尚的肚子饿了也要吃饭，渴了也要喝水，确实如此。就是不能够起我们的私心的欲求。好，那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慧能有互相配合意，非竞争意啊。因前有佛性，何必分彼此？如此理解如何？这个是可能太从道家去说他了啊，因为佛性何分南北啊，是指的。人皆有佛性，不必从这个地方去讲啊。所以人会有种种的需求啊，那这些需求呢，你不要以为它是这一个你非要如何如何啊，你要能够就是就像说。这个渴了饮水，饿了吃饭，吃完饭洗钵盂，不执着于任何这个事物，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才不会被于我们这些需求的东西弄得我们生许多的烦恼。那诸位说，我肚子饿了没饭吃，这怎么办呢？那没饭吃你就去找饭吃嘛，是吧？那是你不需要担心我明天没饭吃，听懂意思吗？那你说我都不存粮吗？也不是这个意思，说重点是你心要清净，不因为这些人可能有的各种的需求弄得我心不清净，所以清净是重点啊。那这跟道家最后讲的一样的啊，顺其自然，不起这个念头，不起分别，心如明镜台，此台观是否人心。所以没有法界万物，即无菩提照觉，是一时一对呈现。能觉照即是菩提，不能觉照即是成人。好，基本上应当这个意思，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是大家一起共同来学习啊。那希望说下一次啊，就是两周之后，我们一起继续大家共同来学习。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啊！重点是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清净心啊，这个清净心是根本，不能起妄念啊，不能起烦恼。重点就是要讲我们的清净心。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